给你的精彩，欢迎收看 NSO 战队联赛。大家好，我是解说 Mike 小贤。大家好，我是小四。那今天的话，依旧是带来本周的 NSO 战队联赛。首先呢，依旧是 A 级的比赛。对 A 级，我们这边是挑了一些比赛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播放啊，都是比较 A 级里面比较强的一些选手。对，今天是那个 CLNL 要对阵的是 DT 啊，这两支战队 CLNL 好像挺强的啊，挺强的。而 DT 这边也有几个比较强的业余小将嘛，比如说这个小坚强打得还不错啊。小坚强，还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的。对，他上几次的预选赛都打得不错。而这边那个 CLNL 就不说了，肯定是今年的升组的一个大热门的，对吧？他们队你想有在他们队，对啊，有进有 Nice 有奇克，对吧？还有比奇古巴帆和这个月怀斯。那这个队伍还是我觉得升级应该是问题不大呀。对，而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是要带来一场雷锋战队对阵这个麦田战队的一场强强对抗了。这场比赛有一点中国最强战队，然后对抗一些韩国现在的算是非职业的顶尖选手的一个比赛了。对，这边我们看 CLNL 在 A 组是已经排到了第一位啊，十二个净胜场啊，拿到了10分，应该是平了一场这样的话。而这边他们的88，对，他们的 DT 好像就 DT 这个分数看样子输的还蛮多的。对，好像有点难升级了啊。这边能够升级的我估计就前面四支队吧，机会比较大一点。我有点意外， NT 这个分数有点比我们想没有想到会那么低啊。按道理来说NT 实力应该很强才 对，但是不知道这个赛季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当然呢，像那个RYH 这个麦了呀，他们队好像已经弃权了，已经自暴自弃了。最后一名，本来我是这个队的，但看这点基本我都不好意思说出这种事情来，好丢人呐！啊，业余战队他把我们几个人都拖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呢？然后就弃了个权。你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打吗？我们怎么会去打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打。自暴自弃，他们队不是还有什么厦门孙一峰这种货色吗？哎呀，厦门孙一峰就每天沉迷于调播女主播，然后调戏女主播，花天酒地，哪有时间打比赛？是不是？找的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人。那就没什么好说了。连 B 天都上阵杀敌了。什么？你 RYH 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了，连 B 天都能上阵杀敌？对啊。这什么鬼？就没想到啊。这边我们看一下他们今天的第一场 A 级的两个战队的一个对抗排阵啊。对，执政官啊，执政官第一场执政官 TVZ 的一个执政官。然后第二场的话，奇克将会对阵一位虫族选手，然后 Nice 要打一个心之所在和 Death 的一个又是执政官对抗，然后进打小坚强。基本上看了一下，有可能会4-0的节奏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看第三场的那个执政官，执政官也说不定会有变数。但是 Nice 现在据说实力进步非常的快啊，Nice 已经跟国内的这些职业选手可以打得有来有回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对抗当中，即便是对方是执政官，要想赢下 Nice 好像也有些困难啊，有些困难。而下面的我觉得那个小坚强打进还也许有的一战。是，不过为什么这两场是在韩服打？因为 Nice 是台湾选手啊。奇克的这一场呢？难道左边这个也是韩国选手？奇克不可能是啊，奇克右边这个有可能啊，右边这个就是什么 POSSYN 那个，不知道他那个 ID 怎么。对对对，啊，我们这边看一下队员的介绍，都没有照片的，都不知道。对，高胜宇19岁，年纪也比较轻。月怀斯啊，月怀斯，然后是他们的对手华浅英，他真名叫华浅英哎。我怎么感觉像个女的？对呀，这名字华浅英，我觉得不会有人给男孩子取名叫樱花这样的。浅英这个不太会啊。对啊，这应该是女孩子吧？真的假的啊？这个上直接上女孩子打对方执政官靠谱吗？但万一最后他是个男孩子怎么办？那父母很有浪漫的情怀。对，这个英字的确是好像说不定是日剧爱好者父母当年说看什么东京爱情故事，然后怀下了他，生下来，然后就取了一个这样浪漫的名字。你要这样说我的确无言以对啊。当然差不多，其实我们对比起古巴帆和这个月怀斯的实力好像还有所了解啊，但是对这个华浅英是完全一无所知。地图呢对他来说其实是有利的，封神之地。我觉得封神之地这样地图他发挥好的话，也许会给执政官造成一点麻烦。是的，好，那这边的话选手也是准备完毕了，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正在这个左上方这边红色的人族选手呢，就是月怀斯跟比丘古巴藩的一个执政官。而现在在地图右下方这边蓝色的虫族选手呢，就是华浅音。华浅音说抱歉抱歉，他们和我说是周日，我就估计时间记错了，刚刚可能来晚了一点点。对对对，态度非常的好，看来很重视这个比赛。然后呀，不过怎么记错时间了，然后应该是突然跑过来的，没什么用的呀，他们还是会往死里打的呀，你不要以为你上来示个弱呀，表现自己的一片诚意，切，打比赛的时候示弱没有用的，都是往死里打。太坏了，就还各种告诉你我们是什么战术，对吧？哎，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人呐，他刚试完弱以后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就让这提速狗来。但这个提速狗开打这个地图那么远，但是可以绕一下对方跳死神的开局倒是真的。然后直接开黄金矿，对，应该是想过的，提速狗开黄金矿，这张图开黄金矿其实也差不多，这样提速狗跟他的一个裸双也不会有什么差距。对，想过这个战术，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个战术其实还挺厉害的，因为你提速狗绕过去，对方的二级地油还有可能被你逼退什么的。对，把对面前面打上，这样呢他对面执政官的一个威力的话也可以减少一点。好，果然还是这样的，但执政官的开局我觉得执政官打到中期才是最厉害的，开局其实大家还是没什么区别，主要是打到中期这个双线的时候，你好像有点执政官就厉害很多，节奏就提得特别快，一下子关键接兵啊暴兵运营都不会出问题。好，果然是双命啊，现在双命开局还是的确很多的啊。好了，这一票狗也是出去了，房子这里也是看到死神过来的位置，会不会绕一下？这么耿直，这么耿直，这什么鬼吗？这有点耿直的操作还很细腻，然后把两条全埋人的狗拖走了，留下一条吸引他的注意力。好，又是这样，把残血的留下来给他打，然后满血的赶紧的那拖到前线去。那这样的话没什么用啊，雷达看看，这应该是打给自己队友的吧，他们两个竟然不用语音啊，按道理来说你应该语音才好，语音一下好了，对吧？其实星际争霸不是有个语音的功能吗？有的，但好像用的都不多。对，内置其实是有语音的，那个键早就被我改了，我把 F2 调到了那个语音键上面去，反正平时也不用。对，但实际上是你可以按自由说话的呀，这个也可以变成那个像守望一样的，就自由说话嘛。我好像基本上都没有人用过那个。对，果然被他们算到了，刚好是一波。小狗穿一穿，然后直接狗毒爆一波，也是很聪明。打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话，他可能觉得自己实力不济吧，所以打这个一波还是对的。他也不想打到中期别人节奏提快的那一波了，直接是先过来狗毒爆一波，对，能成就成，不成就算了。对，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哎，这个死神没有看到这边变毒爆。哎，不会吧？但只有五个毒爆，气不够。气不够的话，这样还是打不进去的。哎，等等，后面这个毒爆呀，等一等啊，毒爆不能脱节呀。这没用啊，这个上面有个地堡，你怎么上去嘛？哎呀，这个撞不开，上不去的呀，这上不去的，直接被点了一个毒爆了。这怎么上得去吗？毒爆是破不了口的。你至少有五个毒爆啊，而且上去也没用，你这个毒爆太少。这个地堡也解决不掉啊 ，GG。什么鬼？哎呀，上来。难道真的是个女孩子？女孩子不会做这种事情。这什么鬼？这上来试用这种事情，女孩子不会做的。如果是女孩子，她一定会打一点可爱的表情符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这个样子，然后一堆可爱的表情。不要这样看着我，虽然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像，但是这些我还是懂的。这些套路你打过吗？我没有。你卖萌的时候是不是打过？我一般不太卖萌。就你说的我好像很尴尬，你知道吧？我就从来没遇到过哪个打心机的，就即便是女孩子啊，但打心机的女孩子好像的确不会，一般不做这种事。卖萌这件事情的确很少见啊。但是有一些人就会做这种事，比如说像张子睿这样的。
然后装女孩子，各种卖萌，不要发表情。哦，下一场一个 PVZ， 奇克的实力大家都懂的。对，而他对手这个叫 Poise YN，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嗯。这什么意思嘛？这个人。不知道。我们来看看选手介绍嘛，看看他到底。嗯，到底是谁？右边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我们不太清楚。我说不定看一个他的中文名字，有可能还是熟悉的。因为特别是他们两个的比赛要去韩服打，这个就是有点意外。就奇克是肯定不是在韩服打的。对，奇克嘛，一直在打嘛。奇克大概现在5300分左右的实力吧。嗯。奇克啊。34，哇，年纪这么大了。对，31岁了啊。5300分左右啊，在韩服也算打得不错的一个选手了。把他的对手来看看啊，也是哦，也是中国选手啊。嗯，19岁的，叫子读是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难读嘛？好烦，显得我就把我们读书没读好这件事情就暴露给了大家。不是，我觉得读书读好的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好吗？这个会不会，这到底是什么字？鹏吗？应该不是鹏字。好想百度一下。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这种生僻字嘛，其实到那个我们读书的时候，你说真的读书读得好的人，他的语文用不到这个东西。嗯，对不对？我们都很务实的呀，反正最后就是为考试这一下嘛，对不对？对，我们都是务实的，只为了考试。考试之外的我们学来干嘛的？好，对不对？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好的，那这样的话双方选手准备完毕了，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好的，来看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正在地图左下方这边绿色的虫族选手呢，就是这个 Poise YN。 嗯，而现在地图左上方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奇克。对，死了啊。为什么上来就说自己死了吗？势敌已弱，然后放一波。嗯，其实我觉得正常打就好了。嗯，真的正常打，因为奇克的打法还算比较中规中矩的一种，就飘飘死神然后三开爆兵的这种选手，也正常打就好了。师父爱你的。哎，这还是他徒弟啊。这奇克徒弟吗？奇克为什么会到处去收徒弟吗？哎，不收完就算了，他这种你看发表情的来了来了，就是我跟你说的打心机的有些男生呢真的是受不了各种发表情。不，19岁可以理解啊。19岁，现在九几年的？19岁，我不想算，算了以后很残酷。你现在几岁？我今年应该25了呀。25，你几年的？我91年的。对啊，那你剪吗？我不想剪，头很痛，头好痛。你剪7年吗？对不对？别人就九八年的呀。我98年的。对不对？你剪7年。为什么要拿我当比较嘛？你直接拿 time 算不就好了？ time 2000年16岁。对啊，我不好算嘛，对不对？你周围突然出现了一个你，19岁98年的小孩子，其实现在小孩子打星际的还是挺多的。对，其实现在就是好像新加入的一批就是接触星际争霸的很多，主要是一开始大家中期有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新人很少的样子，是因为这个游戏确实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嗯，然后现在那一波批刚刚加入的那些玩家就慢慢的实力上来了，大家就看见了。对，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对，星际需要一个过程你才慢慢的实力上得来。嗯，这个三开开的我怎么说呢，莫名其妙的就把三 GD 甩到正面了，对自己的正面很有信心啊。哎呀，探个路探悲剧了。哎，他这个房子飞的，他这个房子飞过来的第一点并不能直接给他看到呀。这就有点尴尬。好了，这下看到一个使徒飘的一个影子，应该是大概是懂的位置，然后现在是不是很想马上把三矿取消了。嗯，这个就肯定就正常打就好了嘛，那怎么办嘛？奇克不会放引刀吧？打自己徒弟也那么狠。哎呀，哪一盘不放引刀？不放引刀心里难受。哦，还是这个提攻速。没关系，之后还是会放引刀的呀。嗯。哎，还可以啊。小操作。点一个，
你刚夸奖了一下，然后就杀了两个了。这刚想说他这个反应还挺快的。不是，我现在在想 A 级的比赛为什么差距会那么大嘛 ？A 级的比赛就大家能打一打的，能上的选手其实也不多，大家都知道可能没时间，对，没时间呀，很多强的选手，所以能上的大家也都想上一上打。没时间练习吧，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要忙着约会的，你要懂的。A 级的业余战队的，你按年计算，不是应该读大学的？读大学该是干什么？约会，然后聚会什么的。哎，这些都是浮云，还是好好打星际吧，对不对？电子竞技没有女朋友，电子竞技没有约会。哎，你这么说我是不服的呀。哼，现在洗别人脑呀，你慌什么？先洗一波是吧？对啊。那你应该这样洗啊，你说你看打星际以后就会找到像我这样的女朋友。哼，你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道理。是呀。对，万一这观众不想找怎么办？那不是忽悠不了了。我要这里想要接狗上去，分了一波战术准备的还不错，还可以啊，这个战术准备继续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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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下，人压这些狗，继续人压 A 这个两个使徒啊，接上去，接上去，对啊，接上去一只 A 啊，这个房子停的挺好的，好去他家，哎，你咬这两个水晶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吗？这两个水晶咬了有什么意义？这奇克就完美防住了。主要他狗来的太晚了，早点来说不定就直接把这个奇克接死了。嗯，他一开始下面一大波狗没有直接就一起上去，他下面还在咬那个开了炮台的水晶。对，奇克已经多兵营直接刷这个使徒了啊，吉吉无敌2-0，这我怎么说呢？就没办法说。这怎么说呢？对不对？2-0，这个好像基本上没怎么还手啊。对呀、啊，然后下一，不过下一场就是他们就看 DT 战队能不能扳一分的一场比赛。Nice 打一个先知所在加 Death 的执政官，主要 PB 这场也许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啊。嗯、这场，对，关键是看他执政官怎么打。新盖茨堡打这个，哎，为什么？哦，在韩服，对，是 Nice 必须要去韩服的。Nice 的这个实力，我觉得应该会正常跟这个新知所在和 Death 打。第三场。这是 DT 能不能逼平 CLNL 的最关键一战呢？逼平我觉得有点困难，主要是最后一场小金枪打进的也不稳呐、啊。嗯，这个完全要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就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心之所在和这个 Death 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Nice 的实力我是比较清楚的，大概韩服5500分左右吧，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执政官可能走远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上来放大招啊！实力差距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就怎么都不行。Nice 年纪也不大，16岁。嗯，啊，他才16岁啊！哇，他才16岁！不可能呀 ，Nice 怎么可能16 ？Nice 至少18了 ，Nice 好像99年的。嗯，好像99年的，他比他们大1岁应该。心之所在。心之所在啊！长得有点像硬，看来星际实力又是不凡的。嗯，这个长相就已经决定他有点实力了。对。哎，还有一个呢，没啦。还有一个，对啊，15岁的中国星际的未来，怎么就15岁都来了吗？15岁那不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再播下去，我的心里面要真是千疮百孔，怎么尽是一些16、17、15岁那是零一年的了。对啊，01年了。01年的选手，这什么鬼这？但是我觉得他15岁就能上来打比赛。那应该还有点小实力的，对不对？但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种新人的选手，值得鼓励一下，就是好好的练习吧。反正时间还有啊，时间还有。当年我刚学星际的时候，就加一些业余战队，里面有一些13、14的宗师国服，我当时觉得好厉害，年纪这么小就这么厉害。然后呢？后来慢慢的长大了，其中一个就变成了 Silky。哦，你这 Silky 当年13岁就那么强了。他是年纪大的一点的那个。好，那这样的话，双手也是准备完毕了，马上进入到比赛。来看一下双手出生点位啊，出现在这个右下方这边红色的人族选手呢，就是执政官心之所在和 Death。而出现在地图左边这边蓝色的神族选手呢，就是 Nice。我觉得这个名字就打起来就喊起来很有威力。嗯。上来哟，那么早探路啊？
哎，不过真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有蛮多小孩子，现在成长的还挺快的。嗯、啊，果然是放战术了，执政官还要放人战术，真是狠。我可能也知道对面实力强，刚好这个位置还不会去，不太容易探。哎，这种真的15岁真的太可怕了。我想一想，我已经大他1圈多了，以后我解说比赛会不会有大2圈的选手？我就照这个时间发展下去，说不定是有机会的。对啊，什么我解说比赛上来，什么他进，我已经。你好，我是2010年出生的。2020年出生的。你好，我是2015年出生的。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说不定的这种事情。对，如果我还能坚持一直解说的话。嗯。啊，不过这边的话，因为没有读口啊，这个毕竟是放在外面的，所以这个农民上去直接看到你2气了，也心里都清楚。对。哎，这15岁的碰到你会叫阿姨吗？但凡有一点情商，就不应该把这2个字说出来，不然我砍死他。不，应该不会吧？因为15岁应该还是叫你姐姐比较合适。对呀、啊，我25嘛，也就大10岁嘛。对，应该还是叫姐姐。心好痛。我全野啊！但是他叫我肯定叫叔叔哎。你大了他多少了？啊？不，你快大他。我大他20岁了。哎呦，这个可以叫叔叔了，快20岁了，我打他19岁，那是不是叫叔叔？是应该叫叔叔了。我也打你10岁好吗？那大10岁叫姐姐，你刚刚说的，那你大我10岁，我肯定就叫哥哥，好哥哥是不是？哎，这战术，这个人2个人就放战术了。Nice 进来一看，你啥都没有是吧？你这样对我，就这样对你。但你要考虑到一件事情，你修了半天，你就一个炮，你就只能放一下哎。你修那么多干什么嘛？他也知道对方野兵营的。奈斯很有自信，他觉得防得住啊，家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可能，这个人族选手他们没有想到的。嗯，就一般来说，狗别人都是死劲的在家里防守。对他很没想到奈斯跟他对捅。他们还是想把执政官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但执政官这样对捅的话，说不定有点威力啊！这里直接是出导弹车，嗯，导弹车，但家里面他这里守得住吗？母舰核心马上就要到了，水晶就快焊掉，还有一根没有解决掉。哎呦，这边地堡已经开起来了，没关系，就开一个啊。等我农民拖走，等你没能量，然后你打吧，你一个母舰核心你打吧，你打到什么时候去？关键是他外面还野了一个 VF 的，嗯，一会儿导弹车出来了。Nice 这个时候估计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哎呦，第二个能不能把导弹，这个导弹车做不出来吧，没钱呢，拼命踩这边矿区的这根水晶人是没了嘛。对，哎呀呀，导弹车，这个导弹车，哎呦，好，锁起来。怎么出来的？他们还是想过的，就是执政官，如果我是用执政官的这个对抗啊，嗯，我执政官的对抗，我前期这个操作肯定是还是有占很大便宜的，他这个所有的战术都是设计过的，很有想法。嗯，就不会是长得家里面很像的。对，家里面再出一个导弹车，但这个农民数量已经被打得非常伤了。他主要还没想到的，奈斯在他家里面各种捅那个，各种修水晶。哦，使徒利用操作一下。哎哎，马上对方那个凤凰出来，你怎么操作嘛？把你吹起来就好了。战术失败，但是还是比较有想法的。家里面倒是搞定了，但是没用啊。农民损失没钱呢，6个了，只剩还在点使徒。虽然我承认导弹车的确升到攻击之后啊，的确很厉害，但是这个战术我觉得更适用于下一个版本。那、这个导弹车变成打咏春拳的这个导弹车的时候非常，下一个版本是真的一定会出吗？我好心肯定会出啊。下个版本在那个暴雪嘉年华之后的话，就会时装了。但是它里面肯定会改很多东西。我看见它的那个，我心。你看到哪个新好伤？虫族不是已经无敌了吧？没有，虫族是无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打人族，我最不会打的就是打机械化。打机械化，高达你出宿主就好了，现在宿主那么强。不会呀，我从头到尾，从我打星际用虫族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打赢过的人族的机械化，除了邦德。这。哦，好像有点还不了口。其实邦德不是天天打机械化的吗？对，但是他的机械化比较死脑筋，他的机械化要出门。只要不出门的你都打不过，对吧？对，不出门的我都打不过。
这浓眉已经死惨了，没得玩了。好 GG。哎呦，3-0呢！完了，我看最后一场，看小坚强能不能坚强的拿一个。对，这个小坚强能不能帮这个 DT 搞一分回来啊？这个、的确前面三场比赛 CONL 有点狠。我觉得 CONL 这支战队如果明年是不是明年吧，就是下一届比赛升能够升级到 S 级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会，他们队其实跟 S 级的对打可以打一战，我觉得可以跟 S 级的战队一战。说实话，你看 HIST 呀、啊、什么就是他们上出来的人的话，实力跟 CO 他们这支战队上出来的人的实力差不多的，我觉得可能还强一点。这边对，可以一战嘛。对，最后一场我们看看镜和这个小坚强了，这一场就精彩了。对，镜和小坚强的这个实力啊，小坚强之前在那个就是我们做了一次那个好像是墨西哥站还是哪站的 WCS 预选赛上面、他好像是连续打掉了几个职业选手、就包括 Silky 也死在他手里。我觉得 Silky 为什么每次上场都会输吗？我怎么知道他逢打比赛必输？为什么？因为他有时候也能赢啊，你没看到而已。就是他只会拼大招，你知道吗？但是在 NSO 的赛场上面，他好像每次都大优，然后挂掉，然后就输了。每次大优挂掉，他跟印两个已经成为我们队的毒瘤了，你知道吗？好吧，好吧。好，就我们看一下选手资料啊。静啊，年纪不大啊，年纪不大。静应该是九九年的吧，应该是，对吧？九九年的选手了，差不多。都很小，我觉得。我呀，小坚强也只有17岁。对，都是那种99年的。这个比赛真的接受不下去了，下次我换个人好吗？为什么年纪都那么小？你要对于女人来说，年纪这种事情是很刺激的。能有多刺激吗？很刺激。哎，你25岁而已，24岁，你猜？我还没满25，但是对啊，没办法，生在年末，我12月的。然后明明我只要少我再晚生10天，我就可以年轻2岁，因为他们现在老说我是26，你知道吗？结果我连25都没满，但是他们强行叫说我是26。谁说你吗？妈呀，老爷！绝交好了，你这种这种就直接绝交就好了呀，对不对？哎，好，那这边的话，双方选手准备完毕了，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好，大家看一下双方的春点，我现在就是左下方这边红色的人族选手呢，就是静。而现在地图右上方这边黄色的人族选手呢，就是小坚强。对，上来是先弃矿的开局啊，要放战术。哎，像麦老爷这种不会聊天的，直接就绝交就好了。对啊，对不对？强行说你26岁，你看我上来就说你24，哎，对不对？色总还是，这为什么上来都是放大招的吧？今天已经想清楚了，他可能也是觉得劲有点强，然后但是他想放战术拼一下，因为他们实力虽然说有点差距，但是差距不是很大，放战术可以拼的。有道理啊，这样拼是对的呀。对，我觉得其实今天的第二场比赛还是应该比较好看的 S 级的比赛。RYE 打雷锋的就精彩多了。对，你看解释探机 Coffee 全都上了。对，关键他们执政官还碰到执政官呢。这个对抗，哎呦，两场 PVP 啊！神族双子星遇到了雷锋这边的两个韩国的亚瑟王跟 Tails， 泰尔斯对吧？泰尔斯对。大家也没想到啊，没想到 Gamja 和这个 Sleep 会去打，因为他们两个都变鸡了，可能是不是？对，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是打封神之地的原因，他们对没有人能上封神之地。这样的话，小坚强上来是跳死神，三兵死神、啊，三兵啊，那么狠啊！双兵就算了，还三兵。我就感觉静要遭中啊，这盘。而且他这个三兵跳死神是那种就是先三兵赢的，不像正常的是你两兵赢的，然后再接一兵赢。那这样的话，他很快啊。这边静已经是觉得对方要跳死神了。好了，地堡修起来，这两个位置地堡一修。对，两个跳的地方都修了，但是看这边有可能会被打穿，关键是有死神已经来了，有点快。哎，这炸自己是什么鬼？这炸自己又是什么个鬼嘛？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地堡修起来你就没办法跳了、啊。两个地堡修起来，一边放一个你就好，我办法了。但现在有个问题，你机枪不够啊。一边放一个呀。一边放一个没火力啊。会被战术性吓退对面。好，从正面上来看一眼，漂亮漂亮，这个可能卡死对方两个农民。
但是有地方你不敢过去。现在他要的是拖，他现在要的是拖自己 VS 起来之后出一个那个解放者就结束了。嗯，小金想要等到六个那个死神，六个死神的时候是他最强势的时候，但上不去啊，火车都出来了，你怎么上？一边都是两个机枪，这个火力也够，两个火车了。好，墙上。他没办法了，他这个地方不能再拖了，再拖他就输了。但是进这边操作也很不错哦。哎，刚说不错，点掉一个。但没关系啊，已经杀的对方的死神已经没两个了。关键这个地方你没办法跳，上了一个死一个。进还是防的很有经验，就是直接下两个地堡。就在能可以跳上来的位置就下了。小江强还想拼一枪，但是没用，没有用了，家里面经济马上就被断了。嗯，那不等于四比零吗？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上来到你家里面一看，啥都没有。哎呀，开心的要死！这时候静已经知道自己赢了，但就算他输了，他们队也赢了。他这一分其实就蛮轻松的，小坚强，就每一个人上来都是选择的这样的一波。来了来了来了，往头顶上一架，基本上这个就可以不用打了。什么？飞机地？哎，别人可以跟着你的。解放者这个飞的怎么也比你基地快吧？对啊，这没救了，这个。干嘛？你还跳？你还想用死神过来打解放者？死神炸解放者！你打给我看。好了，机枪来的。这是没用啊！机枪他直接对着你脸架，你都没用。一两个机枪的输出打解放者太慢了。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还是要等第二场。雷锋的比赛，把你两个机枪慢慢打吧。小金枪还不想退，还在坚持。嗯，这已经没办法了。好，家里面的兵也直接接了出来。哎，没补到，哎呦。也都不想找他外面兵营的，不用找了呀，他这边直接往家里面穿过去就，直接一波火车什么的往前一压就好了，导弹车也抓啊。其实小坚强这个，炸的感觉啊什么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用了，兵力差距太大了，进这边完全没给对方活路。散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思路还是不错的，散开有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对方过来直接输出，还行啊。这波吃的还不行，但是这完全属于进，已经有点乱打了。他后面进，这真的是有一点。好了，这个继续的往前 A。但是兵营飞的太慢了，回不来。嗯。坦克要直接出来小钢炮，危险呀！这里他还是想守。其实我觉得小坚强，既然你们战队都输了，你也没有必要放这种大招。其实你看他打到这中期，他的这种你没什么的，其实打得蛮好的。对，打得还不错的，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锻炼的机会嘛。嗯，就打实力就好了嘛，何必去跳别人三命死神呢？习惯了，还想拼一枪女妖。就没办法，他这个时候只能通过一些科技的转型看能不能翻回来。这很难翻了呀。对，那这种局面的话进不会给你机会的，只要对面多了一个运输机，可操作的空间就大很多了。直接已经打上去了，反正的话即便你女妖出来也没用，女妖出来对方就给你耗就行了。隐形还没好，赶紧修。这跟隐形好不好没用了，因为对方马上隐形女妖也到了。所以我说真的，小坚强如果上来就跟这个进打实力还不好说，何苦呢？
习惯了呀，他打五盘三盘三兵一拿。嗯。吉吉，那这样的话，四比零啊，这个完全没还手，我觉得这个 DT 战队，而且全部都放的是大招啊。嗯，主要是我觉得可能在选人上去对阵就已经先认了个怂，对，那种徒弟去打师傅的。对，然后全部都放大招嘛，然后没成功。嗯、这场比赛虽然我觉得 DT 肯定还是想拿分的，但是实力上的差距的确很大。对 ，CONO 在这个 A 级战队里面表现出的这个强势啊，好像没有战队能够阻止他们，他们总是能够升级的。就这三个人，奇克、Nice 跟进名字往上一摆，我觉得正常的业余战队都要抖一抖了。对，业余战队打这三个选手的确有点难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上 S 级的话，还是挺难打的。S 级好像只要前面的战队碰到他们都不是很怕啊。主要其他的业余战队有一点很惨的就是。哦，其实他们本来每个战队都还有那么一两个特别强的选手，嗯、然后都被职业战队挖走了。为了打这个 NSL， 全部挖到 S 级去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是稍微休息一下。下一场的话将会是 S 级由 RYE 麦田电竞对阵的雷锋战队的一场比赛。那么广告之后回来。手点木板，人来追。望眼欲穿，把车推。先看屁股，后看腿。疯子主播一大堆，欢迎收看由起小点出品的《主播真会玩守望篇》。这个太烂弱爆了！这个 gay 还玩半仗，老瓜，真的，这个 gay 还玩半仗。你们在叫我吧，你们在叫什么？你自己过来传。哪里？我没看到。桥下。桥下，桥下在哪里啊？在哪儿？在哪儿？哦，看到。嗯，尴尬。嗯，哎，杀了吧，杀了吧，让别人来嘛呀！杀了，杀了，杀了，杀了。妈耶！别放别放，来波冲锋，嗨起来嗨起来！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要不要挡住他？太晚了！哎哎哎哎！大哥，你别放加速啊！我冲到岩石这儿正好，我嗨起来！我的个妈呀！一嗨下去了，我的。就少杀一个吧。放了放了，好，我有大了。三花聚敌。一大早抽就好运。我觉得这个76号，我觉得这个76号他的内心 OS。
后确实方便了呀。他前面吸引仇恨，老李在后面开黑枪。我正在占领目标点，有人想来吗？我需要治疗，我来治疗你。我们得击退他们，消灭这个目标。炸弹来喽！阿娜，向你报告，我正在进攻，跟我来。屏障要失效了，你已被纳米激素强化，把敌人全干掉吧。我看到你们了，午时已到，该熄灯了。恐惧反应很恰当。